車場起的時候已經符合了當時的規定，現在最新的規定呢只是限制在新的、興建的東西咯。咁因為呢樣嘢唔係屬於一個好似防火啊、消防條例嗰種安全嘅要求，而係即係喺設備上面嘅要求，所以咧就係冇話追溯到而家即時要生效嗰種嘅安排。地政署最主要都係第一次簽嘅時間，佢批出咗，佢會即時去睇。之後嘅話咧，每年如果你冇變更咧，基本上佢就唔會再你噶啦嚇。咁可能咧有呢啲咁嘅走盞位喺度。某一些原裝的位置那裡它是、還有一些位置，但是它會不會補足給、地政呢？很多時候一些小的管理公司或者小的私人屋苑或者小的、業主呢，就可能會做些少這些偷雞位置。